哇塞，又是一天的一场拉练，今天差点迟到。一到集合点，大伙们刚刚出发。今天又有好多大浪，连续下了好多天大雨，大家都憋了好久没起，看来今天又是一场恶战。哎呀，好久没跟你骑了。说好的夜深，还没开始我已经脚软。我感觉我要爆了。大佬们真的憋坏了，夜深都给我拉到40多，看来只能咬牙上去。为什么今天这么跑了半圈了都说？我问你为什么今天这么忙？检查都可以。哎，一看这动作就不专业。哎，怎么打气打这么久都还没打完？他不专业要这样你。又是开心的一天。拉练结束后，一个大佬爆胎了，大伙们都过来看热闹。